迎收看角声动新闻。角声癌症协会举办了一年一度的生日会，上百名战友及家人朋友们出席了当天的活动。节目内容精彩纷呈，有二胡与古筝的独奏表演，百老汇女歌手菲欧娜的献唱，数名战友献上赞美操表演，充满喜乐的笑容及活力四射的动作为台下观众带来极大的鼓励。节目的压轴为时装秀表演，虽然参与的每一位模特都曾经历过病痛的困难，却仍然透过灿烂的笑容及自信的走秀，将信心与勇气带给台下每一位观众。此次活动的举办让战友及其家属们齐聚一堂，互相分享，彼此勉励，携手同走生命旅程。谢谢收看角声动新闻。